我看见一轮明月挂在头顶，乌鸦在树头残缺地叫着，天布满着霜，江风渔火却让我此刻无法入眠。对了，我有感觉，我有感觉。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跟舞蹈是一样的，把每一种感觉都练出来。就是你也可以说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对，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你练它二三十遍，你就出来了。你不用别人告诉你，你就自己找到你最想要的感觉了。好，你听我行吗？我觉得你的问题比他大一点。对对，来来走。因为你的习惯，我用力过，你的习惯特别的多，就是重了。嗯，来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关，你这样已经非常好了，可以上台了。给我的感觉，我就实话直说了。你就说嘛。给我的感觉是，你已经知道我说你上一次有一点太过于外放了，所以你现在就是故意就收起来了。对，有没有？你看出来了。就是你觉得行，我走中间走。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，老师一说你这样不对，你马上就那样了。但是你是不是真的？我真的是那样了。你都看出来我，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对？你说的特别对，就是，你就是属于老师说的，你就是小聪明，然后一下就弄对了，我就生气了，然后我也说不出来你什么，就是把老师气死那种学生。喂，来，你看啊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去练吧。嗯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你去练吧。谢谢朱老师。谢谢美女，谢谢，拜拜，加油，好，谢谢，没事，再来一次啊，来。